虽然今天这个没有成功晋级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，看得开心。加油加油！没关系没关系。自己演技好了。没事的了，反正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开心了。虽然这个今天等待了很长的时间，但是能够在杨老师面前跳舞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。其实我觉得得票不得票已经完全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很开心去享受舞蹈，让四位老师都在我的舞蹈中感受非常的快乐。谢谢谢谢，最棒的。